嘉宾精准红单，温馨提醒：天墨可获取进群方式哦。明日凌晨3:45，意甲卡利亚里对阵拉齐奥，看专业团队小馆长今日详解哟。卡利亚里各项赛事连续15保持不败，期间获取10-5的优异成绩，本赛季进攻稳定性大增。客队拉齐奥上轮3-1击败尤文图斯，球队打法属于激进派，整体进攻稳定，目前状态实属不错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半球，考虑拉齐奥近12联赛只输一场，球队状态正佳，此战可倾向客队。本场推荐拉齐奥-0.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小馆长盛情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今日推单，我们拥有更多的数据。需要进群记得加我的微信"读球678"，更有不中包陪单等你。